聊前面。很棒，好玩。哦，啊，他怎么那么厉害，都不需要低头了。这个范围随便你怎么踩，都随便你。便可是怎么踩？我们踩的时候，你从底下看，看这个葡萄你喜欢，你就把它剪下来。不要再把它剥下来了。你看我们葡萄，我们葡萄上面那个果粉是100%的，就是完全没有农药污染的。如果你回去要吃要洗，你就水冲一冲，可以连皮吃。我们葡萄强调就是安全。来，我跟你说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从底下哈、哦、开一个洞看没关系，啊，喜欢你就拿着从上面剪下来，不知道不晓得怎么剪的，你跟我说，我会告诉你，我会教你哈、哦。有剪刀啊？哎，你从角落，我们那个洞都是在角落，你撕角落这边有洞，来，我们来剪刀剪。